现在俄罗斯国力穷了，没办法继续大规模导弹袭击，转而选择各种无人机。在5月25日凌晨，俄军向基辅、尼古拉耶夫以及敖德萨地区利用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了大规模袭击行动。基辅市区从凌晨开始持续发出防空警报，大约持续了2个小时。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俄军袭击的目标应该是乌克兰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让外界惊讶的是，俄军出动了36架无人机进行袭击行动，但却无功而返，全部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究竟是什么装备能让乌军拥有这么高的拦截率？这一点在乌克兰对防空部队的表彰中有提到，就是德国援助的猎豹防空系统，在拦截俄军无人机任务上有出色表现。在俄乌之前的局部战争中，虽然也有大量无人机加入的趋势，但由于交战双方资源有限，军事人员素质较低，所以在无人机的运用上只能照本宣科，并没有给外界造成太大震撼。但在俄罗斯入侵战争爆发后，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使用就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乌军率先将无人机投入战场，并持续针对俄军脆弱的补给车队下手，战果相当出色，同时也引起外界对无人机战争地位的思考。但真正的颠覆性变化发生在俄军将伊朗自杀式无人机投入战场后，这些造价低廉、技术简陋的流水线产品，在先进制导技术的加持下，已能对数百上千米外的目标进行精确打击。虽然这些无人机载荷有限，难以对军事目标造成毁灭打击，但却能对一些基础设施造成致命威胁。相较于巡航导弹，自杀式无人机精度较低，威力也不高，但优秀的性价比优势受到俄乌双方的钟爱。比如俄军装备的伊朗无人机，制作成本不超过$20,000，操作人员只需要经过简单培训就能熟练运用，但一枚巡航导弹的价格基本在$1,000,000以上。这还是在战争爆发前原料并未上涨的情况下，再加上民用目标本身防御就比较差，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对其毁伤只有范围差距。目前双方都在利用大量廉价无人机执行各种任务，包括侦察、监视和直接攻击。谁能有效拦截来袭无人机，就能在战场上占据一定优势。在尝试过各种轻型武器和原有防空体系后，乌军觉得带有火控系统、射速较高的现代自行火炮是乌克兰战场比较理想的反无人机装备。随着去年冬季德国援助的猎豹防空坦克抵达乌克兰，俄军无人机被击落架次直线增加。在总结经验、强化反无人机作战体系后，终于将无人机拦截率提到了非常理想的状态。在1战和2战时期，高射炮和高射机枪曾是对抗空中威胁的主要手段，但后来出现了高空高速喷气式飞机，能够在10000米高空以超音速飞行，射高有限的高射炮与高射机枪难以对其造成威胁。后边便被防空导弹所取代，于是各国纷纷停止了研发新型高射炮与高射机枪。近些年来，各国一直在忽略高射炮的发展，但在乌克兰战场的特殊环境下，高射炮比导弹更值得重视。因为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大量使用低空低速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想要对其进行有效拦截，只能通过昂贵的防空导弹。但这就是大炮打蚊子呀！无论是大型防空系统还是便携式防空导弹，交战成本都要高于高射炮。再加上弹药数量的限制，这些防空系统的持续作战能力也存在着差距。如今，这种看似过时的武器正在成为对抗自杀式无人机的最佳手段，而乌克兰就是凭借德国援助的这款武器对俄军无人机进行有效拦截。猎豹防空坦克是冷战时期的产物，迄今已经有50年历史了。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正如火如荼，为了对苏联进行有效防御，德国装备了美制 M42 自行高射炮作为主要防空系统。随着苏联反装甲导弹的发展，以及低空飞行和攻击机和攻击直升机的出现，对装甲部队的防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德国便利用豹1主战坦克底盘搭配莱茵金属生产的30毫米双管火炮，打造出这款低空防空系统，能够紧随陆军装甲部队推进，为前线作战部队提供低空防卫。即便服役半个世纪，猎豹防空坦克依旧是世界上技术最优越、结构最复杂和造价最高昂的高射炮系统之一，并且出口到多个北约国家。猎豹防空坦克的布局也为日后通古斯卡、PGZ-07等多种自行高射炮的模板。尽管德国已经将猎豹悉数退役，但在乌克兰战场，猎豹依旧是对付各种无人机和武装直升机的防空利器。自去年9月份开始，俄军在战场上大量使用伊朗自杀无人机，令乌克兰防空压力骤然上升。在防空博弈中，乌军利用 S-300、山毛榉以及 IRIS-T-SLM 等防空系统，能够对俄军巡航导弹进行有效拦截。但从10月份开始，俄军开始利用伊朗小摩托进行袭击行动，乌军利用防空导弹进行拦截，显然是非常不划算的。在激光武器尚未成熟，且乌克兰获得激光防空武器的概率几乎为0的情况下，德国援助的猎豹防空坦克成为拦截各种自杀式无人机效率最高的装备。德国媒体曾在去年报道，一辆猎豹在作战中已经拦截俄军2枚巡航导弹和2位数的无人机，甚至曾在敖德萨附近的一次行动中，在几分钟内击落9架自杀式无人机。为何猎豹防空系统能这么强呢？猎豹防空坦克拥有高精度射击、雷达制导以及高机动性，所以受到了德国陆军的青睐，尤其是高机动性，使得猎豹可以整合到现有的防空策略中。猎豹拥有一个双人大型电动炮塔，车长坐在左边，炮手坐在右边，左右各配备一门35毫米加农炮，2门齐射能达到每分钟1100发，每门炮都配备310发高爆弹和20发穿甲弹，但要通过与战斗舱密封的固定和移动滑槽攻弹。装有雷达及火控系统的双人炮塔可360度全方向旋转。猎豹防空坦克可以发射多种弹药，包括穿甲弹、脱壳夜光弹、高爆燃烧夜光弹以及高级命中效率和破坏弹，能够击中6公里外的目标。在炮塔后方，猎豹安装了 S 波段搜索雷达，前方安装了 KU 波段跟踪雷达。最远探测距离达到14公里，搜索雷达可以定位目标，并将数据传输给跟踪雷达，从而实现连续搜索。猎豹防空坦克机组人员为3人，1名指挥官、1名驾驶员以及1名炮手，能够用来对付全副武装的苏联攻击直升机，同时还能拦截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导弹以及火箭弹。在2022年4月份，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援助50辆猎豹防空坦克，首批于7月份抵达，随后又在年底交付了27辆。迄今为止，乌克兰已经装备了数十辆猎豹防空坦克。乌军虽然装备了 S-300、山毛榉等更加先进的防空系统，但毕竟价格昂贵，数量也不对。这些导弹是乌军用来拦截俄军战机的主要防御手段，肯定不能用来拦截无人机。而猎豹防空坦克填补了乌军防空网络的空白，能够有效针对俄军无人机，操作成本也要低得多。在今年5月份，德国对外公布了新一轮援助计划，总价值超过27亿欧元。包括2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30辆豹一坦克以及4套 IRIS-T-SLM 防空系统，另外还有15辆猎豹防空坦克、200架侦察无人机、200余辆各类装甲车辆以及火炮弹药。但对于如今的乌克兰来说，猎豹防空坦克的弹药才是最需要的。在去年援助猎豹的时候，德国能够提供的炮弹只有2万余枚，这批弹药在去年年底就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为了能弥补乌克兰的缺口，德国希望瑞士能提供 1.2 万发35毫米猎豹防空坦克弹药，因为猎豹所装备的35毫米加农炮是由瑞士厄利孔高射炮公司研制的，相关弹药也是由厄利孔公司生产。尽管德国莱茵金属全资子公司拥有在瑞士生产弹药的产权，但瑞士根据中立原则拒绝德国请求，并禁止瑞士生产的弹药运往乌克兰。近段时间，德国派出代表与乌克兰达成一份协议，由于瑞士在供应弹药方面的迟缓，莱茵金属决定将为乌克兰生产猎豹防空坦克所需的35毫米弹药，初步预计达到30万枚，包括脱壳穿甲弹和高爆弹。考虑到德国已经将全部猎豹退役，所以计划中生产的弹药应该会全部提供给乌克兰。这批弹药将在7月份开始运往乌克兰。目前新的35毫米弹药的生产将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夏吕斯的莱茵金属工厂进行，2个版本的弹药各15万枚，其中一种是空炸破片爆弹，对空中目标效能更好，但生产复杂程度也更高；另一种则是需要直接命中目标，但它生产速度也更快。因此，莱茵金属在今年决定在匈牙利瓦尔帕洛塔建立2座军工厂，以及1座生产黑索金炸药的工厂。这些工厂主要负责 PZH-2000 自行榴弹炮、豹 2A7 主战坦克以及 KF-41 山猫步兵战车所需要的配套弹药，同时也将具备生产35毫米高射炮弹，并能每年向国际市场出口价值约20亿欧元的弹药装备。 俄罗斯媒体就认为，这些军工厂将可以为乌克兰提供源不断的弹药。不可否认的是，乌军已经将德国援助的猎豹防空坦克运用到了极致，这一点从乌克兰战报中就能看得出来。只希望德国能够尽管为其补充弹药，以便能打击更多俄军无人机。你们觉得，除了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以外，还有什么武器能够有效拦截无人机，并且可以拥有不错的性价比？ 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